好，我们看一下陈飞，陈飞的开场动作有一个后空翻转体720度旋，非常西班牙风格的，对，弗拉门戈风格的一场，对，你看他的720度旋又高又飘，完成的非常的漂亮。快速直接接1080度，转得非常的正，非常有力度动作，舞蹈动作很刚很硬朗的感觉，对，极少有女运动员能做出这种感觉的动作，所以阿蒂老师也是根据每个运动员的特点为运动员编排动作。那么经过现在那个国家队舞蹈老师丁华每天的跟运动员的抠，我们叫对舞蹈动作的在细抠，那运动员都基本上能表达出来当初阿迪老师给编排的。